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阿弥陀佛。好，我们在这个圣地狱经典啊，那么讲到第八啊，华士古城，也就是巴特纳。我们讲这个之前，可能请大家修正一下哈、啊。第七，那个我们的表里面有没有？第七僧伽师是佛陀从刀立天回来人间的地点，啊，而不是来回了哈。啊第六舍卫城是不是应该是佛陀去啊？啊，去到了一天的地点。佛陀从舍卫城上去的，从僧伽师下来。哦、啊，所以那个时空是不大一样的哈。所以我们可以想，哦，佛陀这样一跨就那么远的一个距离哈，从那里上去之后就从僧伽师下来。哎，从僧伽师下来。哦、啊，听说佛陀。好像去那里也没多久，但是我们人间感觉有三个月了，哦，这个那个时空不大一样哈、哦，跟我们人间来讲是不大一样的哈、哦。好，那么我们进入第八，叫巴特纳啊、哦，也就叫华士古城，华士古城。好，那么在玄奘大师的《大唐西域记》里面就讲到哈、哦，佛陀啊、哦，佛陀曾经这么讲说：“吾今最后留此足迹啊。”将入灭，极灭有没有？啊，因为在巴特纳这里来说的话呢，那么其实也离那个什么毗舍离很近了，啊，那么他希望在这边留下足迹啊，那么因为哈、啊、这里也讲到说百岁之后有没有哈、啊？因为这里也是叫做摩羯陀国的一个国都。当时候摩羯陀国的国都啊，那这百岁以后等于百年以后啊，因为佛陀的时代离了大概160年左右，对不对？啊，有两个说法，一个就是离116年，一个讲是161年呢、啊。啊，总说呢就是100多年后，那么有无忧王命世君临，有没有？这无忧王就是阿育王，其实就是阿育王，那么将会建都。此地啊，匡护三宝，一时百神，有没有看到？啊，也等于说佛陀也预期啊，这个入灭之后的百年以后呢，有无忧王的出现，也就是阿育王的出现，在此建都哦，啊，就在这个巴特纳这里建都啊。那阿育王是非常护持佛教的，好、啊，好，所以呢，巴特纳啊，巴特纳在。东边这边有没有巴特纳？好，我们刚才其实讲已经讲到哪里？舍卫城，然后讲到僧伽师，其实已经快到德里了，对不对？啊、哦，那其实我们讲早上也讲说，我们搭飞机直飞德里之后，马上就赶到这边来，有没有？巴特纳，哦，赶到巴特纳这边来搭夜车，哦，而且是最快的夜车，啊、哦，来到了巴特纳，啊、哦，来到巴特纳。那巴特纳呢是华士城啊，也就是孔雀王朝的国都，孔雀王朝的国都啊。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巴特纳，它这里几乎是什么河流，还有铁道啊，很多道路的一个交汇点，有没有？哎，所以它这里的交通是非常方便的。啊，好，所以这个地方呢叫做华士城啊，是一座历史悠久的这个城市啊，因为。啊，西元前3世纪啊，西元前200多年的时候，有没有孔雀王朝、阿育王的首府就在这里啊？所以叫做华士城。到4世纪的时候，也是极多王朝的属地啊。那么早期也是佛教的重镇啊。那阿育王奉佛的中心，也是佛陀那个时代摩羯陀国佛教的基地啊。所以呢，在佛教史上曾经有过很辉煌灿烂的时代啊。那法显大师也在这里住过3年，啊，那么这里也有2个大的这个佛教寺院，啊，吸引来自印度各地啊的这个学生，也有一个很出色的医院，啊，乃至于呢，我们说这个那烂陀也在这附近，啊，其实那烂陀离这里不远了，有没有？巴特纳的下面是不是就是那烂陀？哎，所以它这里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这个佛教重镇呢、啊。好、哦，那巴特纳啊、哦，又叫做华子城，华子城
啊，那佛灭后百余年，有没有出现了这个孔雀王朝？所以他这里的国徽，有没有是不是一只孔雀啊？啊，孔雀，啊，所以这个又叫做孔雀之心，啊，因为它是孔雀王朝的国都，啊，因为它这里有渡口，有河流，啊，也有啊，当然是到近代来讲，100多年来，那么铁道也会经过这里，啊，这个很多的道路的一个交汇点，啊，并且呢，因为奥育王他广护佛法，啊，也衍生出。这个一件对佛教意义非常深远的重大事迹，就是在华士城举行第三次结集。哦，照说呢，其实在历史上两次结集是没问题的哈。第一次结集在七叶窟，第二次结集在毗舍离，有没有在我们的这个表啊？啊，第三次结集为什么第三次结集有一点问题哈？是因为第二次结集之后部派就分裂了，就没有办法再结集。啊，佛陀刚涅槃的时候做第一次的结集，那还一味和合了100多年，到第二次的结集，因为对戒律的看法不同，啊，到底那个是除了脱金银戒哈，到底犯戒不犯戒的问题，因为南传比丘是守什么不受金银戒呢？啊，但是呢，在当时候，哎，东方比丘竟然脱钵，应该是脱食物，但是他们竟然在脱钱。这个在西方比丘比较严谨，他看了就很不顺眼，就会觉得这样子是不对的。哦，那所谓结集就是透过民主的方式，大家汇合在一起来共同讨论，这样子到底如法不如法。哦，那当然大部分如果站在严谨的立场，而且西方比丘他比较会运用，会寻找长老比丘来支持他们。但是呢，东方比丘呢，因为他们是属于比较广泛的大众，都会觉得律众根本就好，西方比丘要轻重等持嘛，啊，他们很严谨，所以呢认为不可以脱钱。当然金银戒是大戒，其他还有很多小戒，总共合起来有10件事情，就在讲说其实小小戒可舍是佛陀涅槃以前曾经交代过阿难，但是当时候大迦摄是反对的，因为大迦摄他是不是头陀恨啊，他修得很严格的，他说你怎么没问问看到底什么叫做小小戒。阿难一听啊，大海啊，我马不猛哦前策，只知道说要跟大家讲说佛陀曾经交代小小戒可舍，因为很多很繁复的生活细节啊，没办法一一遵循啊，那个是少数可能修行的这个比较古摸型的啊，而且是那种道貌岸然已经这个戒腊很高的人，是不是他比较能够这样修啊？刚入门的啦，或普遍的广大的群众来讲，很难这样子修嘛。所以往往都是律众根本嘛，根本大戒一定要守好，小戒就比较没关系。这个反而属于大部分的人。所以当时候东方被判为说他不如法，但是呢，东方因为他这个群众太多了，大家也不喜欢那么样子的琐碎，所以呢，自然就分裂了。就分出了大众部跟什么上座部，哎，那上座部之后又分出分别说部，那奥育王的时期就正好在从一味和合分两部，分到第三系分别说部的时期。那个时期因为根据奥育王啊，他的儿女出家在斯里兰卡锡兰这里出家，他请了三部的大师。因为他是个国王啊，他的孩子出家是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大众部也派了一位大师，上座部也派了一位，分别说部也派了一位，在律典上面有记载。所以佛陀不是就说奥育王那个时期是不是已经分成三部了？叫做部派佛教时期。当一旦分成部派的时候，其实是没办法结集啊。之所以能结集，是因为还一味和合，是不是还可以结集啊？大家共同来讨论，都已经分部分派了，就很难统合在一起。但是唯有奥育王有可能，因为他是个国王，他是不是还有机会把大家集合在一起啊？所以做了第三次结集之后，就真的不可能再有第四次或者是第五次的结集，不可能，因为后来越分越多部嘛。那我们一般会想说啊，这样分那么多部干喝啊，不是喝不喝的问题啊。
而是怎样？这是因缘嘛，因缘法它自然会排列组合，它会面临，为什么会分裂？因为我们个人有个人比较不一样的看法，就是角度的问题，看法不同，它是不是物以类聚啊？就会物以类聚啊。当我们物以类聚啊，那么各部都可以发展它各个不同角度的看法的时候，反而促成了后来大乘佛教的兴起。大乘佛教是不是非常多元化？它也必须，它也是因为经过了部派的过程，所以才能够提供后来的大乘佛教的多样化。所以呢，我们说合与分啊，从现象上，我们大家爱合不爱分呢、啊，对不对？啊，中国人都说啊，劝和不劝分啊。但是如果从佛教的立场啊，从佛法呢，没有绝对的好坏，而是因缘问题啊，这样懂吧？啊，所以呢，在华士城这里做第三次结集，并不是不可能，是因为还凭着什么？欧育王他是个国王，他还有能力来怎样号召。如果不是国王，那已经没有能力了，因为各部派都各有他们地位，都平等，谁听谁的、啊、对不对？已经勇兵自重，当然没有兵了哈，只是勇众自重了。哎，他们各有各的那个什么粉丝爱好者嘛，对不对？所有的粉丝都会去怎样，会去护持他的这个部派嘛，各个是不是各护各的、啊、就很难大家统合来讨论了，已经没不可能了哈，所以呢，会有第三次的结集，不是不可能，但是在佛教史上也不完全一定是怎样承认的，啊，不过呢，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会有第三次的结集哈。那可见，欧育王对佛教那个护持的程度，是不是已经有一点护过头了哈？站在居士的立场也是哦，啊，当然他也因为他是个国王了，所以他也非常的关怀百姓。哦，那百姓当中是不是也包括僧众啊？哦，总说呢，他还是一心一意怎样为佛教好嘛？哦，所以有第三次的结集哈。还有呢，在华士城这里哈，有一位非常重要的菩萨，叫做马明菩萨。哦，马明菩萨是个音乐家呢，哦，是个艺术家、音乐家，很厉害的啊。他曾经啊做了这个，做了一个曲子，叫做赖刹河罗，啊，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曲，啊，这个曲目，这个曲目呢，啊，这个，其音清雅哀婉，调唱，宣说苦空无我之法，啊，他的那个曲目当中就已经哦，听了以后就能够深深的体会苦空无我的佛法，啊，然后会讲这个一切有为如幻化的三界，啊，那么。啊，这个束缚，因为三界就像什么牢狱的束缚，无依可乐啊，啊，所以呢，很多王位高显势力自，啊，就说一些，纵然是贵为贵族的呢，啊，或者王子们呢，一听到这样子的曲目呢，哇，也会觉得说，那我们这样子，纵然享尽人间荣华富贵，却也不是怎样，也不见得是很好的，所以呢，他们就会出家去了的，哦，于是呢，这个曲目就被怎样被禁止了，哦，有500王子啊，同时开悟，厌恶五欲，出家为道，有没有？哇，这国王一看，这还得了？当然那个时候，啊，因为印度其实它很难，也不完全是统一的状态，跟中国一样嘛，对，有时候是分裂的状态，偶尔是有时候是统一的状态哈。总说呢，当时候其实这个曲目会被怎样，会被禁止，变成禁曲啊？为什么？因为怕太多人出家去了。不过我们想啊，这个曲子可惜没有留下来，不然我们就不用这么哈，这个曲目放下去，让很多人听了就自动出家，多么好！哎，所以可见哈，我们说马明菩萨他智慧殊胜啊，啊。能够做这样的曲目哈，所以马明菩萨也是一位非常重要的这个大论师，啊，好，那这是巴特纳华士古城的遗址，所以我们说这些遗址呢，原来其实都是漫草荒烟的，都很难去感啊，很难去说，哎，这个就是佛教的佛陀的什么遗迹圣迹啊，那这是不是都要必须要有很多的那个佐证啊？
啊，文献啊，还有那文物啊的开发啊，来证实哦，这里就是什么某某佛陀在这里有什么样的圣迹的地方啊。那这个也由西方啊，由英国人来做，在国际间才会被认定，对不对？这是国际认定的啊，是因为透过那个学术的方法啊。那现在的华氏古城其实已经是蛮优美的一个地方哈，因为他们都很注重这些陵墓啊。那因为在巴特纳这里有个奥育王石柱，在这个亭子里头，奥育王石柱啊，上面也有铭文啊，来自于这里呢，都还有奥育王他刻的那个赤文呢 啊。那么无非呢，也都是在护持佛教的一个啊的一种勉励啊啊。好，所以呢在这里呢就做了所谓的第三次结集，第三次结集。好、哦、好，那我们说我们那时候当时候是搭夜车过来这边、哦、所以一大早那时候天还没亮、哦、到了火车站的时候就是这样，到处都是人。哎，十几年前我们去、哦、去搭火车是到处都是牛人以外还有牛，牛穿梭在这个当中。现在已经好很多，没看到牛了，哎，没看到牛，那牛还很厉害，一下在月台上，有的跑到月台下去，哎呀、啊，那个印度人对牛是非常尊重的哦，你不能随便赶它，或者去打它，或者推它呢，哦，所以那个火车也会哈、哦，牛也会是他们很大的一个障碍，所以经常在误点。我们当时候，误点大概五六个小时，人家说哦，这个很快了，很快了。才五六个小时，有的一误就误十二个小时，一天都在误。啊、嗯，我们是从，我们好像哎，大概十点多的火车，结果到半夜四点才来。哦，我们半夜就在那个月台上啊，那皮皮床，哎，就睡在就大家呢非常狼狈的，就类似这样子睡在那个月台上。现在已经好多是看别人睡，不是我们睡在那里了哈。啊、哦，到了外面的街景哈、哦，慢慢的六点七分哈、哦，刚刚天亮，哦，所以他们的那个这个其实，这个比较属于印度教的庙，哦，他们的街景，啊，那有个巴特纳的这个博物馆很有名的，哦，啊，因为巴特纳博物馆来讲的话，是因为它属于奥育王的那个国都啊，哦，那个。林宝教授也讲哈、哦，这个在那边哈、哦，这个啊、哦，这个夜叉镇国之宝，他们这个实质是好的不得了，真的只有国王才用得了这样子的那个石材啊、哦，所以这个巴特纳博物馆里面的这个什么收藏品也是非常好，这个都属于犍陀罗的啊。哦，那当时候其实也是他目前都还可以用钱去买通，哎，还有机会，所以呢他就是开这个特藏馆给我们看。这些佛像呢都只有在书上才看得到，但是我们那次算很幸运啊、哦、都还看得到啊、哦、这是不是都希腊人的样子啊，哎，这都是很早期西元都算是一世纪二世纪左右的啊、哦，二世纪是不是离现在有1800年前呢、啊？1800-1900年前的哦，哦，这些都属于犍陀罗时代的，哦，都是非常珍贵的，他们的这个门，印度门哈、哦。好，那这是巴特纳啊、哦，接下来就是毗舍离啊、哦，因为毗舍离离巴特纳是很近的哈。哦，那毗舍离这里呢，因为叫做施受量处，有没有啊？就是佛陀要宣说涅槃的地方哈、啊，所以这里讲无上佛世尊呐、啊，理当受崇敬哈、啊。那么将我与众生呢引导出苦海，为什么要受到崇敬？是因为能够引导我们出离生死苦海啊！啊，那么在世间法里面的苦谛已觉知啊，啊，贪因已止息，如实知灭地，住于八正道。哦，那之所以能够引出苦海，是因为从世间的这个苦地当中觉知起来的。啊、哦，这个觉悟
那么希望能够止息什么贪嗔痴啊，能够透过什么如实知灭谛，有没有？这个灭谛是在讲什么？涅槃啊，而且要如实的知哦啊，因为我们着相就很难如实知，我们是不是都着在表象，然后看表象怎么不断的在变化，是不是它充满了无常的现象啊？除非我们要能够深观因缘法的什么平等性，我们才能够如实知灭谛啊！那如何的去实践呢？要安住于八正道，八正道等于什么？戒定慧三学，对不对？正见正思维是慧学，正语正业正命是什么？戒学，对不对？正念正定是什么？定学，然后正精进来通。啊，通这三学，所以呢，唯有透过什么八正道，啊，三学八正道，那么正得涅槃嘛，啊，所以我们说所谓的受量，其实正得涅槃的话，它的受量可以无限的，啊，尤其到成佛的话，啊，那虽然佛陀也宣说要涅槃，啊，但是呢，我们说佛陀的涅槃跟我们的一般的什么过世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当然我们说佛陀是因为要来度化我们，所以不得不跟我们共业，也因为要共业，所以他就必须要现出什么生死的现象，对不对？所以呢在毗舍离这个地方宣说他三个月后三个月后呢会在居士那罗这里涅槃所以毗舍离在这个地方毗舍离，那毗舍离这里呢也有考古博物馆好，那我们看毗舍离位于恒河的北岸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在恒河 这条是恒河这边有这个毗舍离的北岸巴特纳这些比较在南岸这边好，那因为它强壮良善的这个国王毗舍离费舍罗而得名，所以叫毗舍离。那么有一回，这个地区呢发生干旱，还有瘟疫，国王向佛陀求救所以佛陀才走进这里，就打雷下雨，解除了干旱佛陀也在这个费舍离这里宣说宝积经也洒净度化了恶鬼并且呢也请药师如来来这里并且呢维摩诘居士是毗舍离的人我们读维摩诘经的时候就会知道也会有这样的一个介绍所以维摩诘经也在此地宣说佛陀在这里宣示他即将进入涅槃因为在欧育王石柱的这个地方还有他上面的铭文也可以看得到，并且呢毗舍离很重要的就是七百劫集，第二次的劫集叫做七百劫集，第一次的劫集在哪里？王舍城的企业窟叫做五百劫集好，那这是毗舍离叫做生命之旅因为佛陀在这里宣说涅槃之后，那么剩下最后的三个月就从这里走到了什么居士那罗那毗舍离这里是一个优美的圣地一方面呢在这里其实比丘尼在这里也是在佛陀在这里的时候，那么开始度化比丘尼，首次接受比丘尼那也是佛陀最后一次公开说法的地方因为他预示自己即将进入涅槃所以呢在大波涅槃经也讲佛陀说我的生命已经圆舍，我的寿命将尽终将离汝而去，汝等而去啊，独依靠我自己自身诸比丘当自精勤，当具正念时守戒恨。所以佛陀就讲嘛，佛陀在世以佛为师，对不对？佛陀不在世是不是以戒为师要思维摄意，要慎守己心若能精勤住于正法律来讲的话，那则能超越流转之苦而证得什么苦灭，也就是涅槃好，那这是费舍离的阿育王住那这里这个呢是阿难的舍利塔，阿难舍利塔因为阿难呢其实也是在这里这个涅槃的那第二次劫集叫做七百劫集这个我们这个
上节课才刚讲过，因为戒律的问题看法不一样。那毗舍离这里的欧育王十住算很完整的，非常完整。常常只有住身没有住头。鹿野苑是不是只有住头没有住身啊？他这里是完全都有的。所以这个也可以看，这是一只的狮子，不是四只狮子。好，那世尊在这边示现涅槃。那因为佛陀跟欧育王跟阿难讲，平常呢，其实佛陀涅槃以后那个大迦叶也在怪阿难说，当时候佛陀跟你讲，人家三个月后要涅槃，你怎么没有请佛住日啊？对不对？那阿难说，奇怪了，当时候佛陀在讲的时候，我忽然间头昏昏、脑顿顿，说不出话来，为什么？因为他那个魔王在他后面控制了他。让他无法请佛住世，所以呢，等到佛陀都已经说出来，已经都说得那么明白，阿难才忽然间醒过来。当阿难说啊，赶快，他也想到啊，怎么这个要请佛住世啊，对不对？不能说佛陀要走就让他走啊。当他在请佛陀住世的时候，佛陀就说：“我已经说出口来了，我不能，没有信用。”所以呢，其实他就这样子三个月后涅槃。那这个其实真的是魔王，因为魔王在过程当中，在佛陀的45年的说法当中，其实很多的这个扰乱，一直都希望佛陀赶快入涅槃，因为你佛子佛孙越多，我魔子魔孙是不是越变越少啊？所以魔王一直希望佛陀赶快涅槃。才不会阻碍他度他的魔子魔孙嘛，所以好不容易佛陀过程常常跟他讲，我因缘还没到，佛陀还没有宣说涅槃嘛，等到佛陀宣说涅槃的时候呢，就魔王赶快让阿难无法去怎样阻止啊，所以呢就这样子啊，佛陀就在这个之后，那么三个月后就到了居士那罗那里去了，好，那这个就是在。这个舍利这个欧育王石柱，这个是阿难的舍利塔因为阿难当时候我们就讲嘛，他听到小沙弥背诵经文错误百出，他好意去纠正这个小沙弥还反还不领情，还讥讽他说你年纪大了，你记忆有问题吧不听话。所以阿难他就感受良深了，他就想他的这个昔日的这个什么舍利佛跟谁目犍连都已经走了啊，我留我一个人在世有什么用，我又教化不了，独留又有何用，不如及早入灭。所以他就离开了摩羯陀想要到恒河的对岸去所以呢当他想到对岸去，那此岸跟两边正好是两个国家那欧难如果到对岸去，那舍利是不是就留在对岸了如果没到对岸呢，舍利又留在这边，所以两边就会怎样引起两国大军在恒河两岸紧张的对峙的局面呢，互不相让所以呢阿难尊者为了不让两国人民为他大动干戈，所以他就用神通力，就在渡河的当中从船中起身飞升到恒河的上空，自行火化身躯并分成两半，一人落一边，这个叫不落二边没有落在这，不是全落这边，也不是全落那一边啊，这样是不是就不会争吵起来啊分成两半各拿各的各自带着一份的这个舍利就回去建塔供养，所以呢这个毗舍离这边也就用这个塔来供养供养这个阿难所以这个也可以看到如果我们说佛法它是不是很讲究这样子虽然处在现象的两边，却是呢还要以什么中道不落二边等于是我不是偏这边也没偏那边，我两边都要很平均很平衡很平等的来对待就不会动起干戈嘛不然的话这个百姓生灵涂炭也非阿难所愿啊对不对所以呢会这个是阿难的舍利塔是阿难的舍利塔
好，那这里 也有这个水池，好，我们在那里做早课，好，旁边正好有无忧树，其实无忧树是长这个样子的，好，那在这个附近呢也有个佛陀的舍利塔，好，那这个舍利塔呢，其实我们说最早的舍利塔是这个样子，好，这个是在桑岐的这个二号塔、三号塔跟这个一号塔，好，所以呢在舍利在费舍离的舍利塔为什么会盖成圆形的原因，就是前面看到的那个，这样懂吗？哦，盖成圆的，哦，所以我们在这边绕塔，哦，是因为这里有什么这个痕迹啊，古迹啊，这个经过两三次的那个扩建，哦，那当然这里的舍利已经拿到什么这个博物馆去了。啊，因为它不能放这里，太危险了。啊，不过确实是从这个地方挖出来的。好，那这里也是八王啊，这个分舍利的一个地方。啊，所以这旁边就是费舍利的博物馆。好，那在费舍利这里来讲的话，哈，也有所谓的猕猴讲堂，还有崇格讲堂都在这附近。经典是不是有出现这些讲堂啊？啊，也都在费舍利这里。好，那因为有猕猴讲堂，所以就想到这有猕猴献蜜图，啊，猕猴啊拿着蜜呢要来供养佛陀，啊，但是佛陀没出现呢，佛陀就是以什么菩提树下金刚坐，佛陀是不是坐在这里啊？但是在相上看不到啊，我们是不是有更大的想象空间呢？哦，所以这个都是大乘佛教兴起之前，其实是没有任何佛像，哦，所以其他宗教在批评我们佛教什么崇拜偶像，一点都不崇拜。你看以前根本没像，没有像的，哦，后来为什么到大乘佛教有了？因为离的时间远了，大家的根基也差了，没有个像给我们拜，我们就不晓得要去拜什么，对不对？这是为了怎样？为了要去恒顺众生才有佛像，哎。啊，离佛陀的时代比较近的时候呢，其实佛陀的精神，啊，佛陀的特质是不是依然存在的？因为佛陀就是慈悲与智慧的化身。你说慈悲跟智慧怎么样具体化，是不是很难呢？啊，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啊，还有呢，这里也会有所谓的贤劫千佛归宗处。啊，那当然这故事很长，这个也没办法讲。那在费舍离这里呢？其实也有一个这个啊加冕仪式的一个水池啊，表示他们其实很早的时候也非常的这个民主的啊。那么也还有呢，日本人在这个对岸哈，啊，这个盖了一个世界和平塔。我觉得日本人很厉害，他就盖塔就好了，一看到这白色塔就是日本人盖的啊，非常的明显呢，啊。哦，他们的和平塔，哦，好，然后哦，涅槃珠，居士那罗，啊，哦，我们说阿难他走入金色，因为佛陀已经宣说他三个月后要涅槃了嘛，哈，所以他哭泣自念，他说我还这个学生啊，修学都尚未圆满，而我的导师对我如此慈悲的人却已经濒临寂灭了，啊，这出自大波涅槃经，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毗舍离到什么居士那罗，啊，所以居士那罗，啊，那么的双林树下，啊，有佛陀的这个卧像啊，跟佛塔，在七世纪之后才啊，之后逐渐淹没，到十八世纪中期才被重新挖掘出来啊。所以这里呢会有涅槃寺，有大涅槃塔，还有圣者殿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从费舍离还要渡过恒河，然后走走走走到这边啊，波婆，然后到了居士那罗。这个就是佛陀的足迹跟脚印啊，所以佛陀也讲哈，他说他这个服用了铁匠啊，这个准陀的这个斋啊斋供以后呢，他忍着饥贫于死的这种剧痛啊，
哦，但是呢，他还是要往这个方向去，哦，所以他在倾泻之后呢，那么佛陀说：“我等去居士那罗城。”哦，就是这份的坚持哈，因为佛陀的涅槃的地方其实早已经定好了，在那个地方哈，尤其他已经宣说出来了，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那烂陀，这有王舍城，对不对？这边有什么吠舍离？哦，那这个波刹离村，也就是什么？巴特那哈，好，所以居士那罗这里就有涅槃寺啊，哦，那么有大塔，哦，那这个地方也有佛陀的这个火化的地方，最后休息的地方啊，哦，好，所以呢，就在2500年前啊，哦，佛陀呢在这个地方涅槃，哦，所以佛陀最后的就是讲说啊，诸比丘。啊，现在我来告诉汝等啊，来劝告汝等。那么诸因缘皆为无常之法，有没有？是不是还是在讲因缘法？哦，啊，佛法的最核心的部分其实都是怎样不离因缘法的哈，啊。所以大家应自精勤啊，不要放逸。啊，那这个佛陀的这个涅槃像哈，啊，有6.1公尺哈，啊，上面盖着这个金色的绸布啊，哦，那么只有双脚，还有面容露出来，啊，哦，是一个完整的这个巨岩一体雕塑而成，哈，哦，基座上有阿难，啊，哦，有须跋陀罗等信众，哈，哦，各个哀戚，啊，哦，那么也有他的这个土笔之处，啊，哦，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大塔，哈，哦，那这有涅槃寺，卧佛殿，啊，哦。所以这卧佛殿其实是由缅甸的佛教徒所建造的，哦，这个清晨的这个居士那罗，哦，那我们那次去呢，啊，哦，因为魏老师跟缅甸寺的这个法师很熟，所以我们就举着那个佛陀的，就说那个啊，哦，这个袈裟绕塔一周之后呢，再度的啊，哦，为佛香盖上。哦，我们就在那边做早课，哦，平常不可能在里面那么久，哦，因为那个时候只有我们一团，哦，所以比较随心所欲，哎，哦，是一次很特别的这个朝圣之旅，哦，是因为没有其他团，哦，那出来之后呢斋僧，哦，那这个是后面的这个大波涅槃塔的后方，哦，那这个是佛陀涂壁的地方，火化的地方，啊，火化涂壁的地方，啊，佛陀最后喝水的地方，然后佛陀最后喝水的时候呢，其实请人家去取水，结果正好有500车经过那里，所以水是浑的，啊，那不好拿回来，佛陀说没关系，你再去哦，一看，哎，真的清了，但是回来呢还是浊的，佛陀就说啊，我宿世以前呢，曾经是一只小牛。啊，哦，在母牛身边，他的妈妈要喝水，他就在旁边这样子一直弄，然后害他妈妈喝浊水，所以他现在必须要喝浊水。哇，哦，听到这故事也觉得好感动。啊，哦，都有他的什么因缘哈，哦，也是告诉我们因缘业力的问题。啊，哦，所以在最后喝水这个地方哈，哦，也有佛像，啊，哦，还有呢须跋陀罗，他是这个最后一位。佛陀度化的啊，在佛陀已经要涅槃了，都还有最后一个赶上来，但是佛陀说他这个度化因缘已经成熟，所以也为他度啊，也等于为他剃度，然后受戒，乃至于他证的涅槃，比佛陀还快就走了，先走了啊。那其实他是本来是五比丘之一的兄弟啊，他们数世劫以前呢，这个须跋陀罗哈，啊，比较舍不得供养佛陀。另外他那个兄弟比较舍得啊，哦，说哎，这个我们好不容易种了一些大米啊，虽然还不是很熟，没关系，我们先煮给佛陀吃。另外那个兄弟呢就说哎呦，都还没熟，我们等晚一点再煮啊，等到他成熟以后再来煮。所以他这一拖延就拖延变成佛陀最后一个弟子。有这么一说，那个比较舍得的他说啊，没关系，我们佛陀好不容易来到这边，我们就赶快煮给他吃吧。那个就是五比丘之一，最早被度化的，啊。
那么八王分舍利啊，八王分舍利的地方啊，好，那这是居士那罗啊，接下来呢就是这个那烂陀哦，那烂陀当然已经不是佛陀的时代的东西的那个圣迹了哈。不过因为这个地方实在聚集了哈太多的这个高僧大德哈，是佛学的中心，佛法的重镇啊，所以呢这个地区哈，这个那烂陀这里呢哈，僧徒数千哈，并俊才高学哈，而且也是得众当时啊，生持异欲者呢有数百。哦，就说那里起码十分之一的人都是非常的有成就的，啊，并且呢，他们的戒恨清白，啊，律仪纯粹，啊，僧有严制，众贤真素，啊，印度诸国呢，那么皆仰则焉呐，啊，所以那里会是我们啊所谓佛法的重镇啊，在历史上是很有它的一个分量的，啊，在这个地方那烂陀，所以我们说这一代的圣迹特别怎样密集。啊，之后就要离远一点了哈，所以那烂陀在这个地方。那那烂陀其实也是舍利佛的出生地，啊，所以舍利佛在王舍城的什么竹林精舍被佛陀度化的嘛哈。好，那烂陀目前挖掘出来的范围，啊，有大塔，有中央的这个寺院，哈，还有一些小的寺院，啊，那听说呢。那烂陀目前发掘不过只有十分之一，还有很大很大的区域还没有发掘出来，啊，好，那那烂陀呢，就是次莲之地，又有给予智慧的寓意，啊，所以那里真的是就是给予智慧的一个地方。那烂陀寺呢，它是建于西元五世纪，所以不是佛陀的圣迹哈，这要搞清楚，对不对？但是它是佛法的重镇，啊。那这个寺院呢非常的崇高壮丽，一直到十二世纪，所以它等于有七百年，维持了七八百年，是佛法的重镇。然后我们常常讲说叫做那烂陀大学，有没有啊？那么中国朝鲜日本很多的僧人都不远千里而去啊，玄奘大师义净大师是不是也都在那里啊？啊，尤其在七世纪的时候啊，所以五世纪到十二世纪哦，最早被发掘的样子是这样的，哦，所以我们都很难去想象啊，啊，那烂陀的一个告示，啊，那因为玄奘大师去过那里，所以这里有玄奘大师的像，啊，那整个的建筑群当中呢，这个是舍利佛的舍利塔是一个主要建筑哈，啊，舍利弗的舍利塔，舍利佛跟目犍连有没有舍利弗的舍利塔？哦，旁边有很多的塔林，哦，就以这个为主体，但是我们人都不能靠近的，哦，因为这也太宝贵了，太珍贵了，哦，我们只能在这个四处去浏览，哦，那么这里因为有很多的寺院啊，还有这个僧寮，你看这一个一个都是僧寮房间，哦，而且好几层楼哦，哦，好几层高高低低上上下下，哦，那因为考古学会在这里也发现哈，大量极多王朝时候的这个钱币雕刻碑文，还有三百余座的这个僧舍，啊，可见这里以前住过多少人，啊，这个那烂陀的这个遗址，哈，这里也可以看到有水井，啊，就像迷宫一样，听说这个是浴室，啊。哦，所以这个非常的宽广哈，面积已经有十五公顷了，但是这个我们说只是挖掘出其中的十分之一而已，你十分之一里头已经有六座寺院跟十二座僧院了，啊，建材一律都采用什么红砖，啊，所以舍利弗的舍利塔，啊，最雄伟壮丽，啊，是整个那烂陀遗址当中的主角，啊，好，所以呢，我们说那烂陀是舍利佛他的故乡，啊，他的故乡啊，还有目犍连嘛，啊，听说舍利佛当时候要涅槃呢，也是回家去的，啊，他为了要度化的他的妈妈，啊，所以他晚上的时候呢，他妈妈忽然发现，哎，怎么他妈妈是外道啊，啊，发现哎，怎么有天神来看你？看了一次，哎，之后又没了，啊，再看，哦，又是个天神，哦，一个天神比一个天神还厉害，还伟大，
他就想说奇怪，他的儿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他并不是太认识他的儿子。那个舍利弗就跟他妈妈讲，其实是我的师父伟大，不是我伟大啊，因为我的师父是谁啊，是佛陀啊，这些天神是为了我的师父而来看我的啊，所以他妈妈就才知道说，哦，他的儿子是很厉害的，他儿子的什么师父更厉害，是不是？哎，所以也因为这样子而度化了他的妈妈啊。所以呢，这个哈、啊，所以我们说，哎，那烂陀他是什么？给予智慧的地方，也确实没错啊。像舍利弗，他是不是在声闻弟子里面怎样智慧第一嘛？啊，智慧第一啊。后来因为佛回教徒侵入了那烂陀，大部分的僧侣都逃往尼泊尔啊。之后那烂陀蓝色的天空就转为黑暗了啊，因为已经就没人了。到十二世纪之后，是不是就逐渐没有了？啊、哦，但是广大的遗址当中还有很多的文物等待出土，啊、哦，所以逐渐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哦，有千年的丘种也重新出土，啊、哦，那其实，在当时候极盛一时的时候，有医学、数学、艺术、农业，啊、哦，甚至有畜牧场，啊、哦，那这是那烂陀大学遗址的一个入口之处，啊、哦，我们就在这当中穿梭，啊、哦，那这有井，啊、哦，它规模是很大的，啊、哦，规模是相当大。这有塔林、哦、旁边有博物馆、哦、好，那我们离开了那烂陀博物馆之后呢，那么顺便、哦、这个德里、哦、德里国家博物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博物馆、哦、因为这里面有佛陀舍利，佛陀舍利在这里就供在这个博物馆里头哦、所以在这里就可以在这边诵心经、哦、这个念佛绕佛、哦、德利博物馆里头的这些收藏品也都是非常的、哦、珍贵的、哦、那之外就是有印度门、哦、印度门、哦、购物大街的这个商店、哦、在买东西好像都不要钱一样的、哦、拼命的那个，因为那个时间很短、哦很紧张，所以都几乎、哦、赶紧能买就赶快买、哦、再看一下他们的街景、哦、他们的车道就是这样、哦、非常的复杂，人力车什么汽车小的大的全部都挤在一起、哦、所以非常险象环生，然后他们的店在里头，其实他们的摊子都在外面、哦、就是目前都还是这个样子、哦、看到这里、哦、都是白的那个什么糖，结果一看，哇，都点芝麻，原来都是苍蝇。哦，他这里还有牛的那个什么交换的地方，牛场、牛市场，哎，交换牛。哦，这是他们的理发厅，哎，他们的理发厅。这德里也是他们的国都哎。啊，当时还正好碰到有人结婚，听说他这个三天两夜的，长期的哈、啊，这印度河哈、啊，那附近有泰姬玛哈林，哦、啊，里头的这个哇，这是有很伟大的爱情故事在这里头的啊。另外就是一个莲花寺也很特别，所以印度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哈、啊，它是既现代又传统，然后这个既脏乱又。有它的次序哈、哦，印度人的思考那个什么思维的那个缜密啊、细密是其他的民族很不容易跟得上的啊、哦，并且呢，嗯，像我们说印度目前世界上电脑软体设计最厉害的是印度，哎，我们就可以想象哈、哦，他的那个脑筋之细密啊。那学佛也是啊，也是需要这样子哈、啊，透过粗分别、细分别，是不是才能够达于涅槃的根本无分别啊？啊，所以呢，这个就叫做印度，啊，很特别的一个地方。阿弥陀佛，谢谢大家。